月球旁边还有好几颗狮子座，不过都有点小颗。国际太空站在月亮下面。国际太空站有没有东西飞过去？没有像找过国际太空站的月亮下方啊，飞过去了。理论上，国际太空站，国际太空站，哎，这是国际太空站。刚才看 APP 上面飞过去，国际太空站被我抓到。1800，没有到1800。啊，跑掉，拉回来。在哪里？在这里才对啊。走，国际太空站，跑不掉，没有对到焦，云里面呢，国际太空站呢，找不到了，哎，真的，那我。依照它的速度，一边飞过去了。哎，这里，国际太空站，哎，我好久没有拍到你了，国际太空站，我是拍不出来什么，因为。我现在焦段太小了，焦段现在没有两倍镜，现在只有600mm。还在跑。要跑出我窗户，被窗户挡住，快被挡住了。手持吗？不要了，哦，挡住了，好，拜拜。3 2 1 0，飞过去。飞过去。10 9 8 7 6 5 4 3 2 1，过去，看到了，我看到它飞过去，我从画面看到它飞过去，这样咻过去，哦，好嗨耶！我以前拍从来没有看到过，这一次看到它整个飞过去，漂亮，收工。
四三二一零，应该有啊，应该有啊，没看到对不对？二一。